藤蔓卷花香，成双的单车，斑驳的砖墙，我追随阳光，却背对天堂，孤独像怪兽，没形状，悄悄耳语最恶意的真相，风吹啊吹啊吹起单薄的衣裳，爱说吧说吧说你为我藏了一颗糖，不见星光无妨，你就是我暗夜里的太阳，青春像孩子们捉迷藏，迷失的我留在现场，牵着我的手，牵着你的手，带我走，趁着无常没等着，最悲伤再次逆流而上，淹没了时光，我们也不过是在教室睡过头，笑说着梦太荒唐，随悲伤再次逆流而上，淹没了时光，睡过头，为何眼泪一直流？在爱的幸福过程里，就是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真的爱的就是你，到了，来，哎呦，啊，哎，谁啊？叫领导。领导。不是，我们出来谈生意，对方就不能安排一个稍微豪华一点的地方吗？就住这破地方啊？人家安排了，我拒绝了。你怎么那么大公无私啊？我们出来谈生意要讲牌面，你不把牌面摆出来，人家怎么重视你啊？你行行行，哪那么多大道理？你不愿意住算了，我跟易遥住啊。走。哎，不是，你就在那待着啊。等等等等。你好。我之前你俩身份证在我这儿，我订了三间房。不好意思啊，你现在只剩下两间房了。啊？我之前订了三间呀。我们原则上就是先来后到，不接受预订的。而且现在附近也没有什么房间了，本来是有三间的，可是就在半小时前有一位客人提前入住了，所以现在只有两间。谁这么缺德啊？那现在剩的是大床还是标间啊？一间大床，一间标间。哎，你们俩不是女孩子吗？这样正好啊。我有那个洁癖，我只能自己住一间。那怎么办呀？我也不可能跟森妮住一间啊。不是，那怎么办啊？那你再查一下，还没有房间了。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们就凑合一下，还是可以住的。一定有什么别的办法的，是吧？对不起，暂时没其他办法。对吧？嗯。这那开玩笑啊。你们也在，齐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都是狗皮膏药的，怎么哪哪都有你啊？我是从郝田那儿知道你们来这儿的，飞机就是比你们开车快。还有狗皮膏药呢，是你的专业，我不可能跟你抢啊。你们是没有地儿睡吗？如果没有地儿睡的话，你可以跟我睡。就这么定了，你们两个睡，我跟易遥一人一间房。
咱俩一人一间房，啊，好，谢谢。哎，老板，我还没有决定好呢，老板，我不会跟你睡的。那你就好好做决定，如果你不想的话，你就去外面睡。请进。这个我只翻完了第一章，抱歉啊。第二章你再给我两天时间吧，最近事儿有点多，状态不是很好。让你放个假吧，去轻松一下，免费福利。双层巴士夜游上海。不感兴趣？两张啊。对啊，你约个朋友去吧。我没有太多朋友，而且现在临时找不一定找得到。你弟呢？他去出差了。哦，那岂不是浪费一张票？要么你跟我一起去。我？你最近不也很辛苦吗？要放松，一起放松。我是挺想去的，不过我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例会，我估计有点困难。喂，主任啊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身体感觉特别不舒服。发烧、头晕，这估计是感冒了。是，我估计应该是感冒的症状。还有啊，今天晚上八点的那个促进医院发展大会，促进什么？我特别想参加，可是我身体真的没办法。是。哦，主任，谢谢啊，我知道了。那等我身体好一点，我再单独去找您学习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主任，谢谢啊，主任，拜拜。罗医生，你演技真好。人生嘛，总是要点演技。干什么呀？钱是我付的，被子呢只有一条。你要是觉得冷的话，你可以去前台要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睡地板啊？不行，我要睡床。凭什么呀？我就说了，钱是我付的，你顶多就算是我收养的一个难民啊，请你搞清楚主次关系 ，OK？ 那要不这样好了。我呢，从这个中间画条线，你在这边，我睡这边，咱们互不干涉。我要说话，飞岩，我要重新画，你走开。我不干涉。哎，不要动手动脚的，我告诉你啊，衣服给我扯坏了。那就这吧，我睡给你看啊。我要睡，我就只能这样睡。就是这样。哼，你逗我玩的。对。来，你自己睡这边啊。来，你试一试，你试试你。去！干啥？哎呦，你干啥？下去！不可能！开门。
开门。有人，有人。你脑子有病吧你？开门。怎么了？我说啊，你们动静能不能小点，注意一下影响，还让不让人休息了？不好意思啊，因为刚才这个房间里是有蟑螂的，我们会注意的。是是是，好大一只，是那个这蟑螂，蓝色的蟑螂。不好意思，影响你休息了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抱歉抱歉。俩大男人，因为只蟑螂，搞这么大动静，还蓝色的蟑螂，真的是蟑螂。继续，抱歉啊。看你大半夜的影响别人啊，怪不得没人喜欢你。说的跟别人都喜欢你一样，反正也没人喜欢你。哈，说不定易遥就喜欢呢。你放心吧，易遥不会喜欢你的，你俩完全都不一样。哼，是不一样，螺丝和螺母不一样，但是他们结合起来威力无穷。红油和高汤不一样，那组合起来不成了一锅美味的鸳鸯锅了吗？就是不一样才有吸引力，太相似就没意思了。哎，你真觉得你跟易遥合适吗？啊？你想过你们从青梅竹马突然转化成男女朋友，多奇怪吗？你们都当了20多年的朋友了，要在一起早在一起了。谢谢，拜拜。终点站原来在这儿，很巧。出来走走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别老是被困在一个漩涡里。上一次这么开心还是跟秦明出来，他陪着我，让我知道有那么多离经叛道的事情可以去做。可是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好像就越来越没有了自己。开心的时候想他，难过的时候也想他，在他身边我就好像一个藤蔓绕着圈打转，没有自己的方向。我这样是不是很让人嫌弃啊？不会啊，我觉得挺好的。这有什么好的？你也是为了自己喜欢的人去勇敢的追逐。我觉得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最值得被尊重被鼓励。真的吗？是啊，自信一点，笑一个我看。你看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今天真的很开心，谢谢你让我看到这个城市不一样的风景。风景一直都在那，只是你没有注意看而已。好开心啊，好想呐喊。当然啊，勇敢一点，想喊什么就喊什么。我可以吗？当然。肺活量真大，你看那座城市都被你喊亮了。跟你在一起的这5分钟，是我最开心的5分钟，也是这段时间以来唯一没有想到他的时候。其实这5分钟，我也特别开心。那我们要不要试试，让这5分钟更久一点？
你真觉得你跟易遥合适吗？你有想过，你们突然从青梅竹马转化成男女朋友，那种感觉吗？多奇怪啊！你们都当了20多年的朋友了，要在一起早在一起了。人呢？谁的号码？快点啊！老板，今儿又去哪儿观光啊？观光什么呀？来办正事儿的。呀，终于派任务了。干什么事啊？小点声，小点声。我最近发现咱们的红酒有问题，所以我怀疑是供货商动了手脚。咱们这次去呢，就是打着观光的旗号，其实是去暗访，明白了吗？如果真的发现问题的话，我要求他们退定金的。听着挺刺激啊，跟演黑帮片一样。就我们三个人吗？咱们三个人不够吗？够了呀！够够够够够！哎，我一顶俩，易遥，我保护你。上刀山下火海，深入虎穴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你把所有的任务都交给我就行了。你就一天到晚吹吧你。哦对，把这个给你。哎，上面所有的 tips 都在那儿，交出了。tips 是什么？就是提示。哦，好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？我提前买一下装备，这样提升一下战斗力啊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见机行事，走，走。走，你跟谁说走呢？后面又没有一只狗，你俩快点。侃爷，终于把您给盼来了。合作了这么久，正式见面还是第一次，欢迎欢迎。向老板客气，这两位是我的副手。你好，侃爷就是不一样，身边的副手都是青年才俊。行，里边请吧，都准备好了。好。侃爷，你试试看，这是我们酒庄独家代理的新品种，来自法国 Mark 酒庄。你要顺便帮我们品鉴品鉴。好。怎么样？嗯，不错，柔和圆润，层次丰富。上品，太好了，侃爷都说好，那别人更没问题了。别说做朋友的不帮你，这款酒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80%给你。我告诉你，别人可是一点折扣都没有。哎呀，向老板呀，我想喝 LMV 吧。LMV 吧。侃爷，你看今天给你准备的酒可都是新品，这 Elma Viva 是只有酒窖才有的。我知道，但是我这个人呢，比较念旧，他们都知道。Elma Viva 我已经喝了很多年了，而且顿顿不落，必不可缺。去吧。侃爷是贵客，这点要求必须要满足。让人已经去酒窖取了，要不我也去帮忙吧。哎，小兄弟，你就踏实坐着，咱们就在这儿喝酒。酒窖里边黑漆麻乌的，万一给摔了也不好，对吧？没事儿，我不怕黑。坐着吧。那既然向老板都这么说了，那你就坐下，咱们继续品酒。哎，你没事吧，易遥？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来来来，快带这位姑娘去洗手间清理一下。对不起啊，老板，没憋住。啊，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能去就回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让她自己去就行。莽撞。年轻人嘛，犯点错很正常。
咱们继续喝酒吧。好。跟你说，一会儿一定看好了，别让人进。知道。这个地方很关键。好的。希望不会有任何差错吧。谁啊？为什么在这个地方？这里不是参观区吗？你们眼瞎吗？没看见外面牌子上写着“先生免进”几个字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都没有看到。你看，我就说这里不是参观区吧，但是我女朋友非觉得这里是参观区，不好意思啊。那你们有没有看到其他人跑过去啊？我没有看到，你看到了吗？啊，他也没有看到。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赶紧走，赶紧出去。那我们就走了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把你们手机拿过来，我看一下。手机？哎，好。哎，丹总，丹总，丹总，快，快点，别让他们跑了。这是第几次咱俩藏在一起了？第一百次吧。每一次你都可以帮我化险为夷呢。出来吧。哎，等一下。哎，启明，其实你那天在天台跟我说的话，我听见了。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反应。你们都当了二十多年的朋友了，要在一起早在一起了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变化。我真的很怕有什么风吹草动，我们就回不去过去了。
我想试着说，我喜欢你，不是作为青梅竹马的玩伴，是作为一个女孩子喜欢你。我知道，其实你想说，不管是现在还是在将来，咱们两个人一直会是好朋友，对吧？至少在我们之间，朋友是比爱人更长久的关系。那我去热凯爷了。秦明，好朋友。年少时候的情感，大家都太过柔软。柔软到因为惧怕结果而不敢开始，大多时候会选择一种安全陪伴，互相试探之间保留着自己全身而退的底线。害怕进一步的关系，更多的时候是害怕失去。不好意思，打扰。衣服洗干净了吗？是老板，全都处理干净了。好。侃爷，你考虑的怎么样啊？我给你的可真是全行业最低价了，你可以随便去打听。你也知道，这 El Mamiva 每年的产量就那么点儿，能拿到货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很多你想要货的都排到家门口了，拿钱都买不到。哎呀，向老板，我当然信得过你，但是考虑到我们餐厅的实际情况，要一口气签下其他酒类的3年合约才能拿到 Elmaviva， 这时间是不是有点太久了？你说这倒也是个问题。那不如这样，如果你诚心想要，这合同的细节咱们都可以再商量嘛。好啊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妥了。所以不管这个 Elmaviva 的授权怎么样，咱们的合作总是要继续的嘛。来，那这杯酒就祝我们顺利双赢，行不行？嗯，好，来干杯，双赢。哎，这个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还要回去处理点自己的事情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。谈不上打扰，我这儿最不缺的就是酒，以后有时间过来陪我喝喝酒就当陪我解闷了，随时欢迎来打扰啊。好，一定。电视也都坏了，地下室啊。知道了。侃爷，请留步。啊，怎么了？你们可是贵客，我送你们。啊，请吧。您太客气了。你去我办公室，我给侃爷他们准备礼物，拿过来。好嘞。张老板，您太客气了。嗨，我给你的这个价格呢，真的是全市最低了，你真的可以随便问，考虑清楚了随时给我打电话啊。是他，哎，老板，是他，刚才在地下室的就是他。你认错人了吧？认错人？你确定看清楚了吗？这个不能开玩笑，侃爷他们可是我们的贵客。绝对没错，就是他。侃爷啊，这个可就是你的不对了。生意谈成不谈成不要紧，你让人偷拍我们的商业机密，这就说不过去了。这样吧，让小丫头把手机交出来再走吧。手机，哎，别动手动脚的。向老板，我相信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。你刚才不是去厕所了吗？是啊，什么商业机密我真的不知道。不可能错的，老板，
我认识这个刺猬的吊坠。当然，我也希望这是个误会。没关系，这个事情非常好解决，让这丫头把手机拿出来看看不就清楚。哎，向老板，这次来呢，我们不是来砸场子的，咱们不是还谈生意呢吗？而且他们两个是我的手下，你给我个面子。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，好吗？我不是不相信你，这个面子我可以给，在这个地方我还说了算，出了这个门我可就管不了了。这生意还没谈成，我先亏上一笔。凯爷，这可不是我向往的风格。嗯，把手机给我拿过来。你敢碰他一下试试看？向老板，你们就是一个酒庄卖酒的，有什么商业机密了？难不成还怕我们回去开酒庄啊？你们这么紧张，我看也不是什么正常的秘密吧，八成是坑害商业伙伴的下流手段。你在我们的地盘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赶紧让他把手机给我拿出来。怎么的，想打架啊？把这事儿给我解决好。把手机给我抢过来。哎，手机拿过来。手机给我抢过来。拿过来，拿过来，拿过来。居然敢报警！熊家同志，我就是个合法的生意人，他这是栽赃陷害，这是。我们先回公安局再说。谢谢你啊，师傅。那我先走了。啊，谢谢。不用谢。亏我还把你当朋友。谁跟你是朋友啊？罪有应得，这就叫。哇！哎，顺利解决了，只要他们叫我，我到就好了。要，你真厉害，都快敢说我底记者了。你不去考新闻专业，简直是业界的一大损失。开玩笑，胡说八道，这次多危险呀、啊！最后一次，想想都后怕。对呀、啊，这么危险你还让易遥来？易遥，你怎么立刻想到报警的？好了好了，快回去吧，我打个电话啊。那你打完赶紧过来啊，车上等你啊。好嘞，领导。那个是你报的警吗？嗯，没事就好。你那边事情都解决完了吗？解决了。你回家了吗？对。那好，那我解决完问题啦，也回去了。晚上见。好。青梅竹马的感情，我会变了吗？不，现实告诉我们，长大后对象不再是那么直白，关心也变得不单纯。两个相处的异性，真的能保持纯粹的友谊吗？方小姐，每次都是你一个人，怪辛苦的。我看你也是时候找个男朋友了。每次都麻烦你，不好意思啊。Can I have the 2 hot white, please? Thank you. 你冷不冷？我不冷啊。我
好冷。叫你多穿一点，为什么穿这么少？我不知道今天要变天，刚才还说要下雪呢，你手比我还凉。开心吗？开心。OK，Thank you。好，喝点酒，暖暖身子。好吧。哇，你好好的葡萄汁里为什么要放酒精啊？难喝。告诉你，开心才喝酒，不开心的时候绝对不喝酒。跟自己喜欢的人喝酒。特别有感觉。试看。确定？嗯。嗯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好一点？好什么呀？更难喝了。你不是说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喝更有感觉吗？是啊，那你不是说你没感觉？那你不是说你有感觉吗？那你喝了吧。你喜不喜欢我？好吧，陪你一下，难喝就难喝吧。从小看这个电影长大的，我也从小看这个电影长大的。哎，你最喜欢谁？最喜欢的应该是双胞胎兄弟吧。我最喜欢他们教反黑魔法那个老师。哦 ，Snap。这样呗。笑一个。耶。需要看一下吗？带上啊，这个是男士的尺码。我该不会要穿这个吧？穿啊，喜欢吗？我还真是头一次这样约会呢。看电影就看电影，想这么复杂干什么？这个是您的。好。哎，你说我这样是不是特别像中年非主流大叔啊？不像。我以前看别的情侣 cos 还挺有趣的。今天终于有机会自己尝试了。这个帅哥好像有点不开心啊。你自己看镜子里面的顾春香，是不是跟之前也不太一样？我想找找自己身上有没有新的可能啊，也许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。我想我应该帮你找一下精神科医生，检查一下有没有精神分裂。看什么医生啊？看电影去。那边结账，谢谢啊。怎么了？啊，没怎么了，感觉好久没有进电影院了。正好重新感受一下这。
送你回家吧。
相遇成意外，忘带伞的遗憾，像爱情小说不能写幸福永远，要怎么狠下心来责怪，终于会明白爱情只在刹那之后都不过是自己的想象，像爱情小说小说走不出无限循环，不经意间再投入感慨。